大家好，我是兔姐。今天我在新店，因为是在故宫，我看到这边有很好吃的一个餐厅，这里是鸡肉饭的餐厅。你们知道我超喜欢鸡肉饭，可是这里是很多人说很好吃，很好吃的话，兔姐一定需要试试看。今天我会吃什么吗？你们看这边有一个鸡肉饭，还有小菜，我不知道名字下面这些，还有鸡肉凉面。鸡肉凉面我第一次回吃，还有几个小菜，这边还有一个餐，今天我们一起试试看好不好吃。我很饿，我们快开始。先开始最有名的菜鸡肉饭，我看看好不好吃。你们知道斋的吗？鸡肉饭最有名的正式是斋。我看看新店的餐厅的鸡肉饭什么样。别说这个超级好吃，真的超喜欢呢。鸡肉饭做的应该是比较简单的，可是这个的他们怎么做不知道，可是真的很好吃。上次我在一个夜市吃了，那个也很好吃，可是这个是比较好，我比较喜欢这个，真的蛮好吃，很多人说很好吃，我也说这个真的蛮好吃的。然后哇，这个是我第一次回吃这个小菜，你们看里面有些菜，我试试看里面是，我不知道味道是里面有多芽菜，这个外面是豆腐的皮，我看看好不好吃。真的第一次吃，我不知道味道。这个的味道，外面的皮的味道很像烤的马铃薯。你们有没有吃过烤的马铃薯？味道很像，我超喜欢。我还有跟这个 sauce 的一起酱的，觉得蛮好吃的。你们来这边只是吃这个，还有白饭，你们会吃饱，里面是真的很好吃，没有夸张。第一次吃，可是真的超好吃。现在有鸡肉凉面，你们知道我饿的时候去 7-Eleven 买一个凉面，可是这个是鸡肉的凉面，所以我看看这个味道怎么样。一吃的话，我第一次会吃，我看，先我吃鸡肉，鸡肉也凉，还有凉面，你吃。这个也蛮好吃的，我喜欢的。可是我来这个餐厅的话，我的第一个选择鸡肉饭跟这个小菜，我觉得真的蛮好吃的，这个真的不错。可是有一点像7-Eleven 的凉面，所以我超喜欢了这个鸡肉饭。Number one， 很好。还有这边的紫菜蛋花汤，第一次会喝，不知道味道，可是，丁丁小姐说这个也很有名，很特别，蛮好喝的。你们看，里面没有海菜的话，一定我比较喜欢，可是这个也蛮好喝的。我比较喜欢了这个，这个真的我没有夸张，超级好吃。我一边吃一边解释，因为是我不想要你们饿。很多人说杜江你吃的时候我流口水，我怎么办？台湾的美食很好吃，我每次介绍台湾的美食。如果你们喜欢这里边的话，你们可以订阅 Best of 台湾，还有你们赶快吃东西好不好，不要饿饿的看我的影片。
我很喜欢你们，我很喜欢台湾，老台湾。你们呢？拜拜。